他这个人已经升华了。哦，他还跟自己骂娶妈妈睡过一床床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我这辈子追不上。你怎么人这么好？不是，是因为喝醉了。哦，以为那是他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一样胖胖的，头发长长的。那我就看到我就睡了一夜。大家常常说啊，男女之间是不可能有纯友情的。嗯，我觉得错。嗯，那这个事情就讲到了啊，女生呢？他们都会有青山之交，青山之交呢就是他们的男性好友，那我们男生呢就不该有红粉知己，为什么呢？你觉得为什么女人会认为我们不该有红粉知己？因为他们对男人不信任，总觉得哈，就旁边有一个女孩子哈，嗯，这个男孩子就开始就是想东想西乱想，想到不好的地方去，嗯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是不是一种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表现呢？我觉得对某些人来讲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请问你觉得呢？男人是不是应该有红粉知己？应该要有啊，那应该要有。那你以前的女友不会怀疑你吗？绝对怀疑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些女人要怀疑我们这么正大光明的想法？我觉得四个字来形容他们，贪婪。不是两个字好不好？自私。还没讲完呢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请到三个漂亮的女生。我们来聊一聊这个问题的症结点在哪里？为什么我们男人就不该有红粉知己？难道我们有红粉知己，我们就会乱来吗？对不对？那你老婆有没有哥们？哥们有谁？他跟艾利克是交情很好。男孩子如果说看到你的另外一半的哥们是像就是 gay 的话，你们会不舒服吗？我会喜欢上他。你的意思是说有跟我老婆有一些肢体的接触啊，或者什么的？亲啊什么的，拿艾利克斯来当例子好了，我就不会觉得怎么样。譬如说，Happy Birthday， 好 ，Merry Christmas， 那种 OK 的。跟女的红粉知己睡过同一个房间过，一定常常开始，对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常常？哎，这样算不算是有过？就我之前讲的那个朋友，朋友的老婆约我，因为他们离婚了，他很难过，有没有？我去安慰他，结果喝醉了，在他家，对，我先喝醉一挂，在他家睡着。那确实那天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，嗯，都有同一张床吗？没有，没有同一张床，是打地铺。哦，那还好啦。对方也是地铺吗？对方，他这个人已经升华了，他还跟自己骂娶妈妈睡过一床床呢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我这辈子追不上。你怎么人这么好？不是，是因为喝醉了。以为那是他哥哥，你知道吗？一样胖胖的，头发长长的。那我就看到我就睡了一夜。好笑哦，好笑哦。早上起来有吓一跳吗？早上起来没有，是他先，他妈妈先起来。先吓一跳，不是。喊醒。可是通常我觉得这个，我们男孩子红粉知己啊，就是说你跟你的红粉知己都聊些什么感情的事？如果有遇到什么问题，譬如说遇到的是感情的问题，当然就是聊感情的问题。嗯嗯，对啊，主要是聊感情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也不是，不能这么说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跟普通就是一般的，就譬如说就像我跟小康聊的话题，可能差不了多少。嗯。只是就是红粉知己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你不用在他面前太掩饰。譬如说有时候我们讲男孩子讲话会带一点什么脏话或者是什么的哈，比较口语的那种，你就不用那个嘛，你就不用去掩饰 care 那个东西，对，就照你爱讲什么讲什么，对，哦，上次碰到一个什么什么，可能就会这样脱口而出，很自然。哎，我有一个问题啊，你们男生会觉得跟红粉知己讲心里的话压力比较小吗？跟谁比？跟女朋友比。因为很奇怪，我有很多哥们啊，他们每次跟我聊完都说啊，跟你聊完真爽。然后我就说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他说因为如果他把这些话告诉他的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就会开始唠叨，然后就会一直说你就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应该怎么样的人。但是我们不会啊，我们只会说哦怎么这样哦这样哦，好啊，那现在怎么这样，我们不太会，就是说话的方式，说话的方式会不一样。我看对，其实他寻求的就是你这个答案，对啊，你的答案是让他听得很爽的答案，对啊，可是他女朋友讲出来的答案是让他不爽，对，所以他会喜欢跟你哈拉，是这个原因。选择性，现在我如果说有一些问题哦，你跟老婆沟通的时候，老婆会因为老婆已经是你的亲人了嘛，她讲话会
会除了给你建议之外，还有一点责备的语气。而且他会觉得我们是共同体的，所以你就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你如果不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你就会影响到我们。要不然就是哦，你真的很笨的，早就跟你讲过什么什么什么了。对，你现在你看吧，你知道吗？这种话，但是红粉知己可能就不会。对，哎，我觉得，就算我觉得你这样不对，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。对啊，或者你会觉得那个建议是比较有建设性的。嗯，所以这样讲话，其实身为另外一半啊，我觉得应该要学习这一点，就是成为，就是可在沟通上的时候是要像朋友的方式，而不能说因为你是我男朋友，是我是女朋友，我就该讲这些话。可是这真的很难，对啊，其实真的很立场对啊，对，真的立场不一样。可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女生需要哥们也是因为现在女强人很多，然后有很多就是事业做得很好的女生，然后比如说她可能今天升了比如什么蓝钻的经理，她的哥们会帮她庆祝，哇，请不要举老鼠会的方式，比如说她可能今天升了比如说经理，对啊，业务经理，对，然后她的哥们可能就是哇，你真的好，你好厉害哦，什么什么，但她如果回家跟男友讲或跟老公讲，老公可能就会哦，还好，不错啊，哦哦，好好好啊，你养家，你最厉害啊，或者是他就这样，但是下次如果你们吵架，就说哦，对你最厉害。对啊，你既然经理了，对不对？我那个警卫，好像会有点压力，对不对？我刚刚讲是真的哦，明明自己不是警卫，还要把自己讲得那样，对嘛？你经理，我警卫啦，对，所以校长我公友啦，态度的问题，对，态度的问题。那你们相信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？有啊，相信的请举手。好，三对三。不相信的原因是什么？是来讲，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，所以我对那种，我觉得这种。我觉得情愫这种东西很难讲，我觉得要纯友谊一定会升华到某一个境界，境界，对，比方说老了啊，比方说年纪大了，对不对？对之类的啦，但是我觉得我不相信，我觉得不太可能的，因为异性相吸，就是当你跟这个人变红粉知己，你一定某部分是有什么愿望是投射在他身上，比如说可能你的男朋友对你很好，但他就是不是那种很浪漫的人。但你有一个哥们，他可能是很浪漫的那种人，比如你生日他会搞很多花招啊什么那种。我觉得你一定是把心里的某部分愿望投射在那个人身上，才会有持久的关系啊。不然我觉得怎么可能有？你会做好朋友，一定是因为你也喜欢他的，对啊，某一个部分，只是说可能你们两个就是感觉没有到，不能当情侣的那种。那为什么男女之间没有纯友谊呢？我告诉你呢，我觉得啦，你一定有情愫，你只是在压抑，对，你会想办法转换。可是你开始绝对是男女异性相吸。对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真的。因为你如果一对眼你不喜欢这个人，你根本就不会，你根本不想跟他讲话。对啊，我觉得你干嘛把那么多东西、那么多事情跟他讲？可是我觉得不管是任何的年纪，是已经没有年纪的问题哦。我觉得，所以你跟我讲的是什么那种刚讲干妹妹那种，我觉得那都是真的。对啊，我觉得是狗屁。好，我是有过这种男女之间纯友谊的经验。那我觉得唯一的好处就是有一个另外一个方面的出发点的想法，因为男生跟女生想法永远不一样，不管任何事情嘛，对不对？那当有这个女的朋友的时候，就有些事情你问她的会得到一些不一样的对啊想法。所以像我们这种圣人啊，在这个社会上，我们会有纯友谊。